央视主持人周涛凭借十分端庄大气的主持风格受到无数观众喜爱，主持正大综艺时展现出的稳定实力也为他争取到许多机会，但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周涛却选择突然离开央视。他曾主持春晚16年，也因此成为了许多90后心目中的女神，站在台上亭亭玉立的样子使人记忆深刻。而许久未露面的周涛近日以北京演艺集团首席演出官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官方晒出的现场图中，身穿灰色休闲卫衣配格子衬衫素颜现身的周涛让许多人第一眼都能认出来。虽然已经50岁，但素颜状态下周涛的皮肤状态还算不错，细腻有光泽，但也不可避免的有些蜡黄。还有网友发现随性的周涛貌似没有洗头，整个人与台上差距有点大，不看面前的名牌还真是认不出来。与许多女主持人不同，生活中的周涛只看穿着就能感觉出她的低调，不过卫衣配格子衬衫的打扮还是被不少网友吐槽有点土。